哇，真的有鱼扣住你。啊。那他是不是捉了之后再把那鱼又扔进去？不是，那些那个墙边有个网，但是那个网是放在水里。那他挂在那个墙边，那他每天捞那么多鱼，那不扔到河里面了，干嘛呀？整头鱼啊。哇，真的，他下去了。他炸绝挺甜的嘛，然后鱼就这么多肚子。好了，是吧？待会儿鱼大哥就会把它挤出来，没？好了。那挤出来鱼还是活的吗？对，活的。